他威胁你去做那种工作的，他是不是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啊？难怪我看到你跟一个女人一起吃宵夜。 我一点也不想做那种工作，钱给了我爸之后，我就立刻不做了。朵朵，对不起，你一定是怕他告诉你大姐，所以才听他的话去做那种工的。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我很想告诉大姐，又担心她不能接受。